浓淡墨勾勒出逼真的工笔花鸟，充满禅意的书法，引人入胜的雅实，每一件作品耐人寻味，展现大风美学。大风流韵，啊，流是流下来的流，大风堂呢是大千先生，啊，他取名的一个大风堂，然后他已经仙逝多年了，所以我们他唯一留在这个世上留这个韵味，哦，大风流韵，那我们当晚辈的继续传承。在极乐寺宗门馆举办的大风堂艺术研究会会员联展，老师们带来精湛的作品，吸引艺文爱好者驻足欣赏。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现任理事长陈立雪致赠莲花大士作品给宗门馆典藏，同时欢迎爱好艺文的朋友莅临欣赏。作品非常的精彩，他们主要是研究张大千的一个艺术文化。58件的作品，包括书法、国画、篆刻以及雅实、山水花鸟都有展出的作品，非常多元，而且都是老师们精心杰作。我们有很多书画界的一些名师老师们的画作展览都在我们这边来展览，希望各位好朋友喜欢书画界的好朋友能够多多来欣赏。这一档大风流韵展即日起到4月29号为止，欢迎各界一起来欣赏，启发禅心。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